到现在的风呢，最多都是12级以下，但是他们，我们从唱子布置到我们都是按照唱子的指示，各家各户，去动员那个，比如那个围防了，靠近我们辖区的渔船了，我们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，我们都是进行登记和通知他们，保障他们的安全。